现在开始安装。第一步的话是先把这个大板底板把它装上去，装上去以前有这个盒子的话最好拿一个这个盒子，拿个盒子辅助下或者椅子什么都可以的。首先把这个横下来，保持这个一个状态，把大板拿过来，大板方向的话是这种状态，有两个型号的螺丝，一个粗的一个细的。首先先安装这个上面这个孔位的，先安装这两颗粗的螺丝，先固定一下，先穿过去，穿过去对准上面这个两个孔洞，上的时候用脚点一下，螺丝穿进去，不要转紧，等其他螺丝全部上完以后再搞。有点卡的话，左右晃动或者上下晃动一下。最后安装这一排底下这四颗，以这个为中心，左右各两颗，是小一点的螺丝。等螺丝全部放进去以后，就可以固定加固，固定紧了。底板螺丝固定好，然后把它竖起来。再安装这个支撑脚，安装的时候啊，是总共有三个孔位，这里也有三个，装的时候孔位一对孔位一，孔位二都对孔位二就行，穿过来对准螺丝孔位，先拧好，然后在这边推过去，另外一边也是同样安装。接下来安装这个旋转把手总成，首先把这个中间这颗固定螺丝松开，两边稍微松开一点，往上推，再把这个中间位置固定，调节好两边的距离，要对称，两边左右对称，
再固定螺丝拧上去。再抬起这个把手，切卡下面的孔，全部放进去以后，往下把四颗螺丝全部拧紧。拧紧以后，把这个挂到这里，螺帽锁死。安装完毕。